三二一，开始！土地爷啊，今天晚辈来给您上香了，您可得好好保佑我呀！点呀，咔咔咔，停！怎么回事？一点动静了没有？不是导演，不是我不想点呐、啊，你看这怎么点嘛？道具人呢？客官，您烧饼来了，请慢用啊！来来来，兄弟，快吃，别客气啊！肚子都饿坏了吧？哎，我也来一个。啊啊嗯，咔咔咔，停！怎么回事？不是导演，你瞅瞅这烧饼咋吃嘛？道具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开始！哎，不行，你这鸟太贵了，不要啦。哎，这个小鸟不错呀。那个老板，我能取出来看回不？哎，哎，我的鸟，我的鸟啊！咔咔咔，停！快快快，赶紧全部去抓鸟啊！这可是最后一只啦。你小子今天是跑来放生的吗？三二一，开始！嘿嘿，再过几天呢、啊，就可以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菜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不管了，整桶拎下去吧。哎，我的妈！那个摄影哥哥，道具肯定是故意的。三二一，开始！站住！你小子，别跑！看我的！嘿，我的妈呀！咔咔咔，停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摄影哥哥，这回可不赖我呀。